小姐，有冇另一半噶？冇啊，冇另一半嘅。通常應就係避孕套咯。一到兩次咯。冇啊。十零廿次咯。冇特別計喎。打避孕針，用 condom， 跟住有啲人會計下安全期嗰啲咯，避孕藥咯，仲有。都是打 condom 或者吃避孕藥，女性就有女性的避孕套，男性有男性的避孕套，然後可以吃避孕藥，然後也都可以做手術結扎，也都可以女性可以塞個 T 型環入去，避孕套跟住吃藥咯，有人會condom 咯，但是如果你話condom 唔知會再計埋一個安全期，即可能有 app mark 低啊，其實都是純粹 for 我嚟 M 用嘅啫，最主要都是避孕套咯，90%啊嘛，好似都有九成嘅，95%左右。據研究指出，用避孕套嘅意外懷孕機率為18%，即係用咗都有差唔多兩成機會會懷孕噶。嗯，哇，多咗成成噶。不是啊，真的好驚喎！除了避孕套之外，其實口服避孕藥都是一種可靠非永久性的避孕方法。咁如果冇害都可以試下嘅，都可以試下嘅。其實我都覺得是 OK 嘅。美爾備輕劑量避孕藥每粒只含20微克雌激素，避孕效果高達99.8%。有了它就不怕突如其來的意外打亂我哋嘅人生計劃啦。